时呢，也是咱们这台晚会的艺术总监。哎，梁总监，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啊，跟大家说两句呗。说什么呢？我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全靠各位艺术家的支持和各位社团的支持，真是感谢大家。我们这次晚会呢，我用多的语言没有意义，我就再送一首歌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送一首《我的太阳》，好吗？好，再次掌声欢迎。